我这边把医生包给他填了。对，再拖点时间，应该来得及。哎，别把东西吐到我的食物上面。猎人呢，这边是个新手啊，因为导航问他会不会打久战这种，他说一共才玩了5局，就啊照顾他，那跟着我打肉也行。导航把他的弓要走了。火枪因为很久没有回来了，我们已经可以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兵了，啥事也没干。我差点都给你揪出来了。然后这边回来，我们看到医生死了，哎呀，我操！啊，船长和医生死了。当时因为我是怀疑，有解药吗？你们？啊，当时我是怀疑的船长，所以我不敢救，因为这个情况确实啊，没等他就。